会应该放兔子，应该会拉神韵了。但是老干爹真的要放马尔斯吗？再考虑。还剩十秒，请闭眼。他放马尔斯的话，就是马尔斯和 DS 的话，秘密拿一个，他自己一个拿不到。这样的话，他可以拿得到马尔斯，好吧？或者 DS 中的一个，他可以二选一。他要办的话，他一个拿不到。请天辉挑选英雄。还是痴迷于牛头。这个马尔斯加 DS 你总不能连点吧，是吧？讲道理的话，连点有点过分，好吧？那就选兔子加神域嘛。核桃说话了，他睡着了。核桃啊，说啥？还剩十秒。别急，选人的时候划一下，交给大狗啊，选人。都不要，我马尔斯。那这个的话可以点 DS， 但是不想点，感觉是陷阱。哪里？感觉是陷阱。紫黑大比特啊！想了半天，可能会点先点个酱油再看。拉比克的话感觉 SKTS 炸弹人，我没看错吧？点错了吧？手歪了，是不是点错了？你说抖了，我看一下炸弹人在哪个英雄的旁边啊，我怀疑他点错了。我也怀疑他点错了。我看炸弹人这个英雄的位置的旁边有谁，有窝地冰龙。哦，还剩五秒，他可能想点窝地的，点到炸弹人了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查了晚，最近玩窝地玩的比较多，好吧？咋感觉他就是为了点这个炸？哎呦，龙神这个叫睡得吃个亏的呀，炸弹人，那这个叫睡得吃了亏了，吃亏了。安德瓦的绝活炸弹人。龙神，等一下，你跳起来，我回来了。听说有炸弹人？不可能。龙神别说了，龙神别说有炸弹人，有什么人他都起不来，好吧？说你妈的，龙神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叫得醒我。哎，牧神睡了吗？不知道。禁用英雄盛唐刺客，我二手就把盛唐给点了。你还能叫他一起解说吗？牧神又不能播。不是，我在想。龙神睡了，牧神应该也就睡了呀，因为没人吵。为什么？牧神是铁人，你看不是铁金刚。牧神的作息时间一般是早上7点钟睡好了，下午4点钟起。给你透露一下，啊，想知道更详细的细节可以加我微信。在线咨询，微信号码，嘚。请夜眼禁用英雄。为什么二手就炸弹？这个英雄没什么好藏的，因为它是作为酱油来的。你藏一个炸弹藏到后面，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大招，好吧？可能会搞自己。炸弹也没有什么天敌啊。没什么天敌，炸弹这英雄。还剩十秒。他说天敌吧，所有召唤系都可以派他的。对，不用召唤系啊，走过去 A 一下雷是钱的，走过去 A 一下雷掉了呀，戴耳机就能派他雷啊，不然呀，在旁边是吧？看他怎么摆了。一般是讲道理的话，守得住雷，你自己人守得住那个雷不好排，你人守不住那个雷一下就。轮到天辉禁用英雄。办了两个人跟这个贴对线的，然后消耗比较烦的，发个火帽。这样的话，梅皇可能会出蓝帽，说实话。还剩十秒。对吧？炸弹配蓝帽是一个小组合。炸弹负责拖后期，蓝帽负责守高地，炸弹蓝帽双。你这么说，这个蓝猫打圣堂是劣势，但是他是梅皇，他连炼金都敢拿出来打。
我觉得梅皇用蓝猫打这个 TA 啊，就是五五开，好吧，没有任何劣势，我没见过他梅皇蓝猫中的被压过。请天辉挑选英雄。我跟这些炸弹人都选出来了嘛，这真的炸弹啊！啊，都选了这么久了，你才反应过来啊？你们说中国队没有创新，我让你，我让你们先说完呀。大家海妖有中期有后期。有东西好了，这把叫做有东西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。请天辉挑选英雄。莱恩，一个克一个，扎实，控制输出。这两个酱油的控制有点他妈的逼人爆炸，把他控制。他这娜迦一拿，他这娜迦一拿，秘密连水人都不敢点了。为什么？娜迦吊打水人啊！感觉好多对着顶峰作案的。还剩五秒。那就是相当的自信了。拿，没什么不怕不怕的。飞黄真的要顶着莱恩加 TA 点蓝猫吗？三号位 SK， 四号位双头龙，五号位炸弹人啊，他能玩的炸弹人。还剩十秒。还剩五秒，河很弱哈，也不算弱吧，铁，铁打小兰家一般吧。不过现在都以前的话，那个是幻象不能折引力，那个折光是吧？现在是幻象也能触发那个被动效果了，铁的那个被动。请天辉禁用英雄。有鬼，那个大河，好他妈惨。这个炸弹人谁玩啊 ？F 玩吗？还剩十秒。讲道理的话，这个炸弹人还剩五秒。他们谁有说是差的吗？平时玩过？对对对，我这个时候说是差的吗？绝中绝之绝。玩过就绝是还是他告诉你们他绝的？他自己有说过吗？嗯，这就有待研究了。我感觉可以拿一手中单毒龙啊，这幽鬼圣堂都挺巴毒龙的。看住了看住了啊，你们都不困的吗？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困，点点困呀，你妈了个逼的十三个小时了。我还行，我下午睡了个觉的。不，我2:40起来的，现在4:40，这把打完。什么叫十个？你会不会算数啊？14个小时了。我说我现在十个小时。我是生着病的在这里玩的，我操！我他妈生了病好了，那抽烟的味道都不对。纸巾都用了三包了，今天鼻子都擦红了，鼻子一般擦的都脱皮了，好吧，脱皮了。我感觉如果是李逵的话，这十手肯定不，这一手这手肯定会点毒龙的。但是梅皇好像不玩毒龙这种这么笨重的英雄吧？梅皇什么都玩，队伍要他玩什么他就能玩什么。梅皇现在很能聊的，你让我干啊，只要合理啊我就干。
不是啊，猴子打雪人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，TI 八又不是没看过。谁跟你们说雪人非常好打猴子的？雪人不好打猴子。对啊，他们一直在刷雪人很好打猴子，应该就很好打那家。大猴子还是小猴子？小猴子。那雪人怎么打不过小猴子？雪人打不过。那家不一样。我得招大家，他打大家。雪人很怕这种分身系带反师的这种英雄的。这把他不怕呀，他这把是那假如是那样加牛头的话，他就不怕。看队友的，有时候自己处理吧，队友能处理也行，队友处理不了的话就得靠自己了。好像 TA 是个踩雷的高手，鬼英雄。还剩十秒。专业踩雷。妈了个逼的，这个秘密他妈的。还剩五秒。搞解说呀，还不选。恶心 ，Peggy。再个、我的大肉排，再个的屠夫，再死一次。讲道理，屠夫现在打辣家还真的蛮舒服的。是的，他有回血，可以 AOE 烧无限开关是吧？随时有 AOE。就二三。他主要是前期辣家的幻象脆，他这个烧一下就清掉了。他只要出个那个五百五的加甲，要不然那家砍了要负两甲，他就负甲了，就零甲英雄好疼。请选择英雄。拍拍熊是什么鬼？哦，又是拍拍熊打寨哥的屠夫。我记得迪士尼那个比赛赢过一把，好吧，这屠夫赢过一把。我操，没逼的拍拍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是小可的拍拍熊啊，他中单打圣堂吗？他这圣堂套装好丑呀。这把一边记住炸弹人，一边记住屠夫，他们俩本来什么是 FY 的炸弹人啊？张蛇他妈的杀了过来，往前割了啊。他最后一把我也想割呀，妈了个逼的！好吧，都最后一场了，也不差这半个小时。哎，是 FY 的炸弹人哎！哎，不快打他妈的两个小时吧，这把炸弹人无限高地埋炸弹吧？有可能哈、哦，这把狂欢局啊，这把。结束不了。大爷，那家幽鬼加炸弹人啊！那家幽鬼炸弹人放在了最后一把，我吃了两个老逼，这是要把解说搞死的节奏呀。他说比赛重要，想结束也来，别暂停啊兄弟，妈了个逼，再暂停一下，暂停个半个小时，什么都好说是吧，正常打啊。什么电脑他妈的突然死亡，我操，挂件出门的炸弹人，这炸弹人，哎呀，吵死了！哎，谢谢妈呀，不要睡觉了，听到这种声音真的吵，烦是吧？听到就烦，真的烦。这炸弹人不是老炸弹人，怎么不带毒球带个挂件？我这挂件炸弹哥，都是毒球、小暧昧球这种。这是辣椒中单，辣椒中单打 TA。六十度拍拍，打鼓，一起打。哎，你说放个鼓出来，拍拍开了个二技能，一直打鼓，什么效果？开始，是把二技能消耗掉，啥意思是？把这个鼓的血打爆呀！没有血。哦，五千血不错。炸弹哥，毒球被消了，所以炸弹人现在哎，屠夫在上哎，哦，毒球又消了，消一点点、啊。弹幕说的，我没看。之前消了。SK 矿路没有消。
三元黄的辣椒。你们山西在哪里？哎，秘密响应愤怒，哎，老哥您猜到了。那秘密这个选人我就知道他是不愤怒。AME 不应该一级学分身呀，感觉没用呀。不学分身学啥？我的。好像就是不变，好吧，不放。中单辣椒没有补刀斧，真的好补刀吗？还运呀！我都跟过来绕后，想干嘛？感觉一个刀都补不到。想封路。哎，补到一个。封住了吧？这双头可能要死。两个，三个。我这双头都死了呀。Hello 啊，人没了。他这边还拖过来了，查理斯。哎，查理斯。辣椒打圣桃，我还真没打过，搞不清他们几几害。感觉是 TAO 啊，这么看来。TAO 也没关系啊，他有等级就够的呀，他等级就补得快。这个矿箱被折光弹一下，8块钱，分出来秒没。下路有鬼，被揍了一顿。FY 去哪了？这中装备点人，大概是觉得上路没压力了，开始动了。动起来！查理斯被打了一顿。果然跟我一样，买了个加二回血，回加。感觉这战神下去更三会不会好一点？现在疯狂不等级，林俊，怕他睡着了，大家开始钻野了。没办法呀，他用 OB 视角呀，我又用 OB 视角，我太累了。导播吗？对，我也挺累的。宝宝现在太累了。我操！我还在切，你们就直接导播了。我切的没他好。我是马切之王，好吗？我这把精神力没法特别注意集中去切，这边的话想干嘛？想杀这个图。哎，有点卡了，有点卡了。快熊被人干扰了呀！秘密的酱油打得好灵活呀，这炸弹刚下去他就踢上来了。A 狂这个空幻象，杨碧罗。我觉得我不是花呀。累了，看了这么久我累了，我切的没他好，我是新手解说，三重理由导致我用的 OB 四角。唉，我现在可能可以秒睡，我可能还没上床，在走床上路上。我屠夫为什么有19个刀呀？哎，上路4连拍5连拍，刀也多。在哪里摸了19个刀啊？这中路。哦，多了双头龙。哎，双头龙，双头龙没了，未必。啊，未必死不了。闪了一下。未必。还要追？有戳吗？有戳。戳到吗？钩吗？有钩吗？戳不到。戳到太短了啊，不够长，怕有点短，好吧。要控服了，短的要控服。一。装逼啊！这边的话，好像这个好像死了。然后装逼装过了。哎。然后这个他快死了。有人上去拍一下这样，吓了一下这样，没吓到全将，被全将自残了，白给。
可能是觉得没状态了，不想直播。我状态更好才打不起。就目前5分又30秒的看来，是炸弹人零作用呀。哎，上路拖一下。又是双头龙。双头龙，哎，能不能换一个？哎，有鬼也来了这波。哎，换一个。哎，换了一个，可以，自己还没死。又冲了，我操，马戳。哎，不是。这男人这个戳好有问题啊。FIFY 呢？Y 没声音了。000，这个炸弹选出来卖萌的吗？补呀，炸弹这英雄肯定要补呀，打后期用的呀。想得美。保住大下路，地面中塔正受到攻击，再喊一次有机会。好吧，想疯疯吗？这个小娜家这个打法就是风哥那种呀，我永远不可能被压，压的是他。只有和卡贝亚的是不能打，不是你的，是的。含住了，含住了，炸弹沉默。里面炸弹人沉默一下，炸弹人。哎，还是拍死了。反杀。哎。中路怎么被杀了？中路是被点杀了。你这往点杀了就不应该了呀，梅花。先回中塔需要支援。是 AL 的 E 大哥，大哥你清醒点，大哥。大哥你醒醒，大哥。这是内黄，大哥。A 黄呀，我念成 A 黄。我觉得他不用上线，他就在野区打野好了，上线就会。感觉 FY 有点迷茫呀，这把。就刚才上了一下。你有点宝气，你是怎么肥事呢 ？AME， 我只有内黄能念内黄吗？A 黄 ，A M E 不能叫 A 黄。哎呦，我他妈的切个，切个兄弟好吧，帮我切下屏，不行了。几点？下午2:30起来的。想干嘛？中路中路杀一个双头龙，还想追小娜家，小娜家在7级，最终还在追一个分身，一个板，这边戳一下底下的人，放了个陷阱爆一下 SKP 减速，追不上，这波都塔成功，好吧。这人一犯瞌睡，听狗哥解说团战，有点像在念经，觉得突然听着听着就好想睡睡啊。催眠曲。坚持啊！杀杀起，杀杀！老爹，这边大老师给出的数据是，秘密的胜率67%，63%。有啥？阵容方面，大老师是非常看好这边的秘密的，好吧？科学觉得这边的两个人都不错。小狗这边想抢两个。哎呦，这兄弟视角拉这么高，我他妈恐高啊！我操！
这里的恐怖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。这落雨的视角还不错。兄弟们，当我没声音的时候，记得叫我一下。刚看完落头了。我有可能会睡着啊。天辉下塔情况不太妙。睡着了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呀。不让你安安静静的睡呀、啊。落雨的视角还可以吗？我看一下。我操，回到声音都变了。哎，我上次只说这个提速你之后，声音哑了两天，疼死了嗓子。解说不是一个容易的活呀。熬最狠的夜，用最贵的面膜。巨眼上塔已被摧毁。天辉下塔已经不在人世，穿最长的丝袜，面膜就不敷了，你知道吗？天辉下塔包中受到包中了，中的话来了两个酱油，怎么想到双重的手，想要赶过来。就小辣椒替双瞳打躺枪了，有没有这个说法？大家往下走，看那个分身往下路野区。小辣椒替双瞳龙挡枪、哎，大家可能会死哦。几率非常大哦。啥子没看到？大高特高，多大呀？为什么不叫大？全加持啊！哔哔这边，他们牛头跟人家交代之前，大家不稳死吗？抽吸干，吸吸大法子，用鬼逼死有没有？收他，伟哥加油，伟哥再 A 一下普攻，伟哥。我知道这个牛头。在打啥用？这个牛头为什么不放大了？这个牛头。这牛头一套三连，那这个死亡一子不就秒掉了吗？他是想把自己那边的幽鬼骗过来一起死，他是卧底。他想投靠我方。哎，这炸弹人自爆的时候好有意思啊，全身都在扭动。腰都坐硬了。腰都坐硬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感觉 OB 看别人打比自己打累多了。我这个哥怎么疙瘩的？给我叫起来！正受到攻击，不要了，兄弟们，别滑呀！在干嘛呀？在哪呢？老木怎么也在滑？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你懂吗？这句话我觉得男生说的时候总会有点节奏，准备躲冰块躲掉了再一开咬，我操，这也不操作，他都把秀晕了。我的手是想动的，可是我身体不允许啊，身体身前之间啊。你的贡品我收下了。这个炸弹人好像炸不动这个图会，假装我看
怎么老是他妈的这个解说好像有点是有点滑啊。到底体谅一下呀，我们这么累，他也很累的呀。对啊，人都不准累啊！屠夫改了啥来着？屠夫改了啥？屠夫没有改吧？这谁又是屠夫改了？我也不要看，没改。我印象中他没有打。双倍伤害。夜眼上塔是不是有点疯了？好了，慢导播。感觉旁观了呀，僵住了，就是把我坑了，僵住了，把我们给坑了。天辉下塔遇到了麻烦。那这个炸弹人选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一把没个一个小时都跑不了。夜眼上塔已经消失，只剩下一片冰雾。啊、哦！小当家开始拿幻象勾兵带线了，炸弹人开始埋雷了，奔头龙开始做眼了。雷不够呀，这有稳钩上来炸不死吧？啊！还有人跟屠夫一边的。我又不能屠夫。说啥呢？哇！没有，我刚一下脑袋不清醒了。等会儿我打个盾，上个梅花，对，刷了个，一直在守，好吧？这边秘密是不敢离开这个盾的范围太远，很容易被偷掉肉身。现在老玩家需要给这边他的下路兵线制造压力，好吧？小玩家在下路兵线要把人。勾引到下路去，这样拍拍熊利于拍拍熊偷盾了。炸弹人炸兵线好狠啊，这兵线就是过不来。他来人他就自杀呀，我就死给你看呀。动我就死给你看。你只要敢摸我一下，好吧？你敢碰我试试？你只要碰我就死给你看。碰瓷吧，好。碰瓷王，好吧。我觉得真正厉害的炸弹人就是可以打到对面不敢进野区那种。羊呢？有鬼开大，秒拍拍，一个大招带走。终于爆发了本场比赛的第18个人头。带塔，换下来当人带塔，啊，一个优惠也不急，慢慢收，是吧？比如说我也能顶线，提要打人，我加中野大野，现在很忙啊，提不住手。当这这兄弟怎么这么喜欢拉高屏幕啊？哦哟，高频啊，上帝视角。高频，这高频拉的好像偶啊。你也恐高吗？是他这种换来换去，我有点晕。一个 F 啊！下地狱吧！哎，又鬼会二了。打灯了！正受到攻击。金钱已。又鬼这波没大哎。没感觉到吗？
勾进来一个，帕巴修拉了盾，一眼打盾，帕巴修是夺取了不死，夺取了肉山盾，啊，又被打盾，太惨了，哎，眼睛花了。我跟你大点声音，怎么成面筋了？不是，和尚，我操！你把麦克风放近一点点。哟哟，切克劳，切克劳。又被秒了，打完掉这一波，这把应该是打不过，凶多吉少了。是个炸的人，对面是幽鬼屠夫，是吧？炸不动，关键是炸不动。和拍拍熊打到后面是没有，就一个小拉加有用，小拉加还行，但是也没那么好发，那还是这样的。怎么这个屠夫怎么也要出亏啊？我看，放了。啊，不会是喝药吧？人家是大邪呀，大哥！他刚才拉了个辉耀下来，刚换的。啊！天辉中塔已被摧毁。这把剩下的时间。咬住了，咬住了谁？咬住咬住小家，小家被咬吗？小家开不炸，小家没有拿。哎，拍拍，三刀 A， 拍拍开了 BKB 被 F 隔住了。我接了，接了 BKB 快消了。坐了起来，有没有？有的跳逸了一下，想动手，想反杀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好吧？反杀了。刚才啊，就能做到。刚才 A 狂在状况下打野。还有个板，板完像板完以后再硬吗？留个板。牛头那个 F 太关键了。小可开了个 BKB 想冲过来，被那牛头的板给隔开了。BKB 绕了一周，绕场一周才打到人。要打开雾蹲，谁收线谁得死。那高地上有个雷，不管直接说，想秒掉这边的谁？炸弹人，炸弹人，炸弹人，丢掉炸弹往地上一躺，这把我的啊！光头说没事，我的人点错了，本来是选第一的，我点的炸弹人头上来了。天辉中塔哪儿去了？到底是这个炸弹人没拿好，还是 FY 玩的不溜呢？感觉打得有问题，反正感觉没什么存在感。一股神秘的力量，不就幽鬼吧？双倍圣堂。哦，这个麻痹陷阱。我觉得老板现在最后一波团战了，看一下这波。啊，你有的打不赢没得玩。中国有盾的，但是没了。啊，双大哥要阵亡了，回去杀去，回去杀这个呀。是为了我们解说早想早点结束吗？嗯，还是有道理。
仇富。天辉上塔也需要下塔那样的支援。看阿摩的，阿摩也逆不了天呀，对面这么肥。很好啊。天辉上塔已被摧毁。打不了，打不了，团的很难去。这边其实秘密也挺想，那个老玩家这边也挺想接团的，只是要接那种别人过来冲过来打的团，冲塔团、野外团打不了，还是动手动到了先知。这边的话，应该是哪有先知哟？这他妈，哎，他妈是莱恩大哥。好可以的。他进龙神潮汐之后，又蹦出来个先知。都没有人追这炸弹了，他竟然选择了自杀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。天辉上塔已被摧毁。看看他们对天辉中路兵营做了些什么。天辉雪藏了他们的建筑。天辉中路兵营正受到攻击。我觉得沙王配炸弹人线上还蛮厉害的，我总觉得是他自己没打好。绕一下，绕的话野位被暴露了，这波卡德瓦也活不了，还暴露了。天辉中路兵营正受到攻击，天辉中路兵营已被摧毁。哎呦，比想象中的快！快很多。60分钟打了个折，打了个五折。给我下来！伤害。我感觉这个炸弹人就像当年的那个小精灵一样，中国队以前的小精灵就跟炸弹人一样，拿出来，拿出来没什么感觉，但是这英雄转到外国队手上就特别厉害。天辉上塔也需要下塔那样的支援。我感觉这一把就是老干爹分分路没分好，我觉得双头龙跟拍拍走一路，炸弹人跟 SK 走一路，可能会线上很好打。我操，睡到了三个，然后呢？四个。没然后，没 combo。这跳出出了两个幻象。
这炸弹人要被夜鬼的幻线给切死了。准备下班，准备下班，准备好打卡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啊，这一场只要一结束啊，光速下播，哎呦，直接他妈睡觉。我也是这么觉得的，我觉得阵容可以打，但是上下两路没打好。一比一，全是一比一。哎，看看下路，大家要死了，兄弟！哎，快来了！着了吗？狗哥别睡着了，不是感冒了还坐电脑前睡着，就不该了。狗哥，哎，狗哥不会真的睡着了吧？好了，哥。狗哥。哎，很有可能，好吧，这个逼秒睡他妈有一套。哎。不是他不是感冒了吗？还在电脑前睡着。他真的睡着了，兄弟。狗哥。他等一下就打哭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那咋办呢？他真的睡着了，这个兵。跟你们住一块了吗？没有，他住旁边。哎，大哥在呀、啊。哎，没事没事。让他睡醒了。只要带一个戳，戳到一个，我操！哎呦，这个人直接被打死了。我呢？再没有这本事。32分钟落后3万的心情，看出来今天兄弟状态是非常的差。看到哪个六场一场是吧？差的人东西吓死人了。天辉上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抢到抢到这波，很混乱，这波团战很混乱。来波团战啊，这波团战是一波庆祝团，现在恭喜这边的。过来，买魔还能买吗？买不魔，只有双方一个能玩了。这他妈的还有的打吗？杀！老干爹还不急吗？还要反抗一下。还要反抗。感觉有点娱乐了呀，玩的。老干爹等于说现在也成不打人不跑，今天韧性都特别强呀。天辉中塔没必要这样被虐待，夜眼下塔需要支援。天辉中塔正受到韧性特别强。老干爹真任性 ，RPG 现在今天被破两路就鸡了。天辉中塔没必要这样被虐待，天辉中塔
哪儿去了？天辉一计正受到攻击，我觉得我命。不是，我有时候挺佩服弹幕的，这么累的情况下还可以吵架。全身打爆好吧，连一个都没拿走，还是没你。OK， 兄弟们，睡。OK， 收。睡，兄弟不行了，不行。这边的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撤了，阿水们，拜拜。